欢迎收看《完全娱乐》，欢迎好久不见老朋友蒲正明。好久不见，我是蒲正明。好久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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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是老朋友哎，自己是来台湾了，我有点记不完。对，老朋友，对，老了，老了，我也老了。没有没有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老朋友是很熟的意思，因为常来台湾。对对，这次是上，你想上次来台湾什么时候？上次来台湾的时候是，我的韩国的节目，的时候，为了拍照、拍戏、拍节目、拍节目、拍节目，是的，吃的东西。那多久以前了？两个月前，11月，去年11月的时候，哦，那这样上个月前又再次来到台湾了。但这一次呢，不是为了拍节目，这一次是为了跟台湾粉丝有个见面会。哇，我听说还两场哎。对，先赶快跟大家讲一下，蒲正明呢，他在这个2月22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钟，还有晚上7点半，在大同运动中心的2楼会有2场的见面会。哦，那然后呢，现在呢，就是已经可以去买票了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到 iPhone 去买他见面会的票，去支持一下。那蒲正明这次来台湾的粉丝见面会，有带什么特别的吗？有特别的吗？哇，好，中文好厉害啊。对啊，完全不需要翻译。你今天来干什么的？你在，我们跟大家讲一下，为什么旁边一直站着一个不介绍来宾？接下来给观众，自我介绍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哦，大家好，我是翻译，叫重置，谢谢。哎呦，哇塞！重置也有见面会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跟我过。哦，是跟你一起的，好，大家也可以见到重置。好，蒲正明这次有没有带来什么？因为粉丝见面会嘛，对，有没有什么带来特别的给台湾粉丝朋友？我的里面有2个人啊，哪里？身体里面吗？里面，身体里面有2个人，新的，一个是什么？性感的。性感的，哎呦，一个是更性感的哦，所以这一次在见面会上面会有很性感的演出吗？对啊，可以看，可以看，可以透露一下会怎么样性感吗？可以现在秀一点点吗？现在秀一点哦，真的假的？露个美肩是不是之类的？怎么性感？应该是舞蹈的跳舞，我的对跳舞比较性感，这样。啊，才长会有什么？要露一点点哦，鲜一点衣服是不是？哇塞！所以这个是性感的，然后更性感的就先到这边。更性感的这个，裤子不行了，裤子不能乱脱。这样子，现在粉丝在电视前面都已经啪，对啊，会喷鼻血。不是，你这次来到台湾，但是来台湾之前，你还有到欧洲去巡回演唱，对不对？对，欧洲很忙啊。很冷，对，可是粉丝的热心，哦，粉丝很热心，所以我就不冷了。哦，哇，俄罗斯，还有巴黎，哦，巴黎，还有德国的多尔特蒙德。德国的，Dortmund， 请问一下有什么差别？有翻译吗？有什么差别吗？我们也知道德国的 Dortmund， 你又重复一次他讲的。听说有人偷偷亲你哦，是粉丝吗？哪一国的粉丝？哪一国的粉丝偷偷亲你？可是那个是他们的文化哦，所以我了解。第一次亲的时候，被亲的时候，我吓到了。当然吓一跳呀。可是，第二次的人，第二次没关系啊。这个是他们的文化，所以我了解他们。哦，没问题。好，听说这一次台湾的这个见面会，还有除了你之外，还有神秘嘉宾。神秘嘉宾就是 special guest 啊，该不会就重置吧？是你吗？你是特别嘉宾吗？我不是。哦，你不是啊？也听说有神秘嘉宾，神秘嘉宾 ，special guest， 啊，有，刚才的那个人，刚才的更性感的，更性感，更性感啊，更性感的那个人，有没有？可以跟我们讲，偷偷的讲一点点的，男生女生？조금만얘기해주실남자인지여자인지？男生是男生，那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？긴머리인가요아니면？跟我一样。跟你一样，现在头发一边很长，然后一边很短吧？对对。哦，所以会当天除了蒲正明之外，还会有就是那个。